啊，没事，我到当天会提醒你。万一劈开了，还得跟你说一下。不用，等一会儿这个发给你，一会儿发给你。哎，这正常是一个大屏的，你这个用量少，我给你从大屏给你放个小屏。哦。这么大块指甲是吗？啊，指甲扎的。给也不去收。你看，有个小钩子似的。我们知道它疼点在哪里。是吗？嗯，那你这么大块。就是它。它有点的皮烂透了，这只不疼吧？现在刚才有点疼，现在还行。你看这，快做吧，出来吧，出来了，我的天哪，这是在里边嵌着呢。对，你看。你看这不疼了吧？摸着不疼了吧？现在不疼。嗯。